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因为涉及台智光案被羁押超过半年之后，在这个月初是获交保了。那么他今天也现身在台北市议会的教育委员会，被发现他的身形瘦了好大一圈。而陈崇文自己他也说了，他这段时间瘦了大约是40公斤左右，一起带你来听。好，我瘦40公斤，就是我是准时来开会。那议题的部分并没有特别准备哪几个议题，就是来开会，然后我们议题的部分我们就针对他们今天的这个工作报告上面的内容，然后我们来做。你像体育局做了几项很好的工作的这个工作报告，我按部就班，只是因为大家记者一直追着我跑，所以我是没有下去质询，我都还在议会里面，只是没有质询这样而已。但我们议题都有准备。好，可以听到陈崇文也说了，目前正在等一审12月27号的判决，不知道党部会怎么作业，就算要开除党籍，他也会配合党团的运作。那么他也强调自己都还在议会，只是没下去质询而已。